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4时，意大利当地时间11月6日晚21时 ,2018-19 赛季欧冠联赛 C 组第四轮，巴黎圣日耳曼做客圣保罗球场挑战布勒斯。腾讯体育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图文直播。赛前双方首发及替补名单公布，姆巴佩内马尔首发，那不勒斯 4-3-3 门将，15号奥斯皮纳后卫，19号马克西莫维奇，26号库里巴利，33号阿尔比奥尔，6号马里奥鲁伊中场，5号阿兰，17号卡穆西克，8号法比安前锋，7号卡列红，4号莫腾斯，24号英新叶替补，27号卡尔内奇茨，2号马尔库特，11号欧纳斯，20号泽林斯基，23号西萨伊，42号迪亚老拉，99号米利克，巴黎圣日耳曼 3-4-3 门将，1号布冯后卫，4号科雷尔，5号马基尼奥斯，2号蒂亚戈席尔瓦中场，12号穆尼耶，6号维拉蒂，23号德拉克斯雷，14号贝尔纳特前锋，11号迪玛利亚，10号内马尔，7号姆巴佩替补，16号埃雷奥拉，3号金彭贝，9号卡瓦尼，17号舒波莫廷，25号拉比奥，27号迪亚比，34号恩索基主裁判，库伊菲尔斯荷兰助理裁判，范罗伊克尔荷兰，泽因斯特拉荷兰第四官员，沙普荷兰底线助理裁判，齐格勒荷兰，范博伊克尔荷兰 Ben。